开一空无合，开一空叫做毗卢印，毗卢遮那印，毗卢遮那印，你都爱念，有咧念毗卢佛，吼、哦，你有咧念法界，法界，啊，这是这界有相应，无未相应，所以咱要来西方极乐世界，拍这个弥陀印，叫做莲花印，拍呢，吼、哦。这样这样因不同款啊，唵嘛呢叭咪吽是来拍呢，唵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手印，但是什么意思？未使你讲什么意思，你就安尼拍，念甲咱的持咒，啊甲咱的观想三项有相应，安就是叫做三密相应。咒语也无遐简单了解，拍手印也无遐简单了解，毋是予咱来学就会晓嘞。啊、哦，所以叫做三项三密相应，毋是秘密袂使你讲。啊、哦，毋是安尼哈。这个禅经律，律是全部，他都讲起啊哈。戒律要真庄严，家己戒律真守，戒甲律啊真守。所以咱修行人，当然各位同修，恁在家啊，着修五戒、修八关斋戒，甲乃至最高是修在家八重戒、二十八轻轻戒，这个是在家使。修，要若再来，恁在家无需要去了解。啊，搁再一项，恁在家看到人修了唔好，出家人修了唔好，最好咱卖咧。哎，安怎是？安怎都安怎？上好咱卖，因为哪呢？伊无修是伊的代志。伊有修是伊的功德，咱来讲，煞变成咱做口业，哦，卖去甲排斥，卖去甲讲安怎，啊、哦，咱若讲看了袂用咧，袂用咧，阮离开就好啊，阮离，看了啊，这个事无修，无修咱阮离，卖去，讲对方安怎，这是律。再来是天台宗，天台宗就是文殊，嘿，爱去天台山研究天台教义，佛教的文学上学术性最高，就是天台宗。但是佛教的所研究的深理地位。法门最上高就是禅宗，哦，搁再来是华严宗，华严宗就叫一名叫做显修宗，道顺会想创设，后来呛行就是清凉国师，禅宗律密。天台显秀，法相，法相就是专门研究别法名门啦，别法名门论啦，甲大乘起信论，啊那佛经呢，研究就是戒亲密经，迄全部伫咧讲咱人的唯识，迄、那个唯识伫叨位啊，去了解。啊，别法就是讲咱拢总六百四十法，六百四十法的中间，咱学咧练，学咧研究，学咧明了，所以世亲菩萨才自然咧将六百四十法甲综合来一百法，较快了解，所以号做别法明门论，迄个就是讲。
咱人心有几个心？一百个心。啊，善的几个，恶的几个，迄笔法内底拢讲得真清楚。所以这个叫做法相学，因为法相名称太济。搁再来三论宗，三论宗，因缘论啦，啊个，那叫做中论啦，中观论啦，哦，大智度论啦，这三宗合作一体啦，三论啊一体叫做宗，这叫做三论宗。但是呢，在有分这么多派下，来给咱所来研究，最上用于修，用于立，用于行，用于静，无我无非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尤其是啊，这有的依外法。啊，出家都研究不来啊，何况咱在家真无可能。所以在家的法门就是净土宗，净土宗就是在家的法门。啊、嗯，在家除去你研究净土宗以外，那有迄个地位去研究是好啊。啊，那是修持，最好唔通啊！修持的，修持的，就这条锁啊，给我调，阿弥陀佛，直接给我调。那要临终的时阵啊，才有把握，通来解脱，通来得到往生极乐世界。这就是净土宗。先来讲呢，一句阿弥陀佛。你任何去到倒位，都听我念。行路，这物件来，咱肩胛头要提这物件，真重，提咧脚骨若花去，心念听我对咧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心念若对咧一个阿弥陀佛，咱的烦恼袂起，袂去造业。行路。啊，像讲各位同修要来法华寺听经，啊，你嘛是爱，虽然家己都讲家己开车，嘛是爱行路。伫咧行路的时阵，你脚骨若发起，都会记咧念佛。这念佛的法门上容易。啊，恁有咧念无？脚骨若发起，有咧念佛无？啊，恁。唔好念咪换只卡，念咪换只卡，念咪换只卡，念咪换只卡呢？安尼会未念啦？上好正卡阿弥，倒卡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甲念无关系。你嘛咧念六字呢？南无阿弥陀佛啊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无关系。自然哦，你若惯习迄当阵啊，啊你脚哪里花，心的动念阿弥陀佛，是安尼将一句佛来转这个杂念啦，将一句佛来转杂念来心和静，将一句佛是静的，念佛是静的，来转咱的邪念。也那无咧，那起心动念，那要想要来抢钱啦，想要来计划啥，迄种邪咯，啊、嗯！所以佛经地藏经所讲，凡夫起心动念，无非就是拢咧做罪，无非就是咧做业。啊，你若有滴咧心，有滴咧阿弥陀佛，伊袂啊啦，啊、嗯！咱要临终的时阵。那有人甲咱助念嘛好，那无人甲咱助念嘛，咱家己要有把握念，决定往生，这最要紧。啊，行路啦，做工课啦，啊，咱心若有伫咧念佛，
啊，未讲安尼真爱讲话，啊，未足够话，也那无都够话，啊，噗咧就出来，啊，噗咧就出来，有当时啊吼，你去伤着人呢，你去阻碍着人呢，啊，你伤着人啊，已经伤着人啊，当然人对方的人听了，硬你啊，啊，无欢喜，安尼就是做罪啊。不过，但是讲，伊要无欢喜是伊的代志啊。我讲这也无歹话啊。所以讲，这个念佛爱真注意，就是不三时你有提起念头，也即马上要紧就是讲，若有听话有听到，当作无听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妄念看呀，看呀，咱无念。一嘴的嘴哪好叫开声念，一哪无开声念就嘴来念，一个研究到尾来嘴来念，嘴来也无念，遐嘴来念叫做金刚念，金刚密念，最后用大心观来念，行佛去到倒遐。就是在行，就是在念佛，行佛、行佛，啊，这，你若有法度通念到行住坐卧拢总在咧念佛，咱叫做一行三昧，啊，一向三昧。所以啊，耳康。人哪里讲啊？讲这里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们在咧讲啥，咱都听无啊？啊，嘴那么卖硬，卖坏嘴快，扑咪都出来，啊出来你就去做罪呀！啊，所以嘴也来禁啊，阿目睭看到人咧做了未拄好。咱嘛卖咧遐敖看，目睭嘛遐敖看，目睭哎，伊看伊伫遐做了唔对啊，咱无看呀，我无看，无看都好了了。这个修行，来修行的这三项，哈、啊，目睭加青眉，嘴加矮狗，耳根加臭耳人。安尼落去，你自然心就静啦。啊，甲心呐静来，一切拢总现啊啦，你的行为拢总现啊，未搁再去向着这个恶来。所以顶回讲的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，无法法都是啥？都是道理，道理要对哪来？道理对思想来。有迄个思想，就有迄个道理。譬如讲，加一个文杯现象，啊，就有这个文杯做制作文杯的道理，乃至甲文杯要做啥、要创啥用的道理。这个叫做思想，道理就是法。啊，法本来无分别啦。啊，法都无法，本来嘛无法，是咱有现象才有法，才有这个道理。若无现象，无这个道理，所以本来无法可得。即马安尼就知影讲，也都无法可得啦。咱的心要怎去静？啊，这就是讲，咱的心即卖现在真有诶，有念心，啊，要来修到佛心来，当然你要先提一个思想，提一个物件来洗咱的心，像这涂骹垃圾，啊，咱要创啥来擦？拖把摕来擦，无拖把擦涂骹会使诶哦。